两位都是离过婚的人，离婚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伤害是非常大的，相当于地震。什么是地震？崩塌、颠覆、惊。不是一个结过婚的人应该说的。他说如果要结婚，要等事业达到一定的高度，可以有足够的物质基础。如果这番话是个毛头小伙子没有结过婚的男人说，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一个曾经离过婚的男人来说，他应该非常清楚什么样的女人是在生活当中可以和自己同甘共苦的女人，自己应该抓住这份幸福。三年的时间，按道理来说感情好两年就可以结婚，但其实现在男方对于你已经不太有感情，但却又不明确地提出分手。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你是否承认在这三年过程当中，他在你生命当中的角色帮手多过于爱人？半一半吧。一半一半。我一直以来我认为男人善于理性，女人长于直觉。我相信女方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自己被利用多过于被爱，但是因为已经离过一次婚，再加上女人往往没有男人经得起衰老，所以你更想抓住这段所谓的感情。可是你心里很清楚你们已经越走越远了。对，我知道。所以其实从某种条件下来说，你心里非常明白男人对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那么既然想得清楚了，那为什么还要苦苦地去追逐这段爱？因为我放不下。你不是放不下，你是输不起。你觉得你投入了太多了，但是我告诉你，你再这样强迫下去，你只能是伤了自己。今天这个男人在这个舞台上还可以非常冷静，不用刺激性的话语去说你，我认为今天是一个收场的开始，不要到最后很难堪的时候，好吗？如果今天你认为自己在事业当中这个女人对你帮助很多，无论将来你把不把她当成爱人，请你在60秒的时候说一句感谢这三年有你，就这样。